要上场了，咱们开个嗓吧。音乐人气火，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，我们不见不散。今晚周深参加的节目《今晚20点央视818晚会》在 CCTV 2央视财经频道播出，这是汽车之家每年一度的盛会。周深将会演唱励志出圈热曲《璀璨冒险人》。今晚21点，《音乐人》计划第二期在江苏卫视播出。这一期嘉宾们开始选歌开场，期待两个节目的播出。昨晚央视播出的《非遗里的中国》和《乐在旅途》，大家都看了吗？《乐在旅途》节奏比较快，讲究的就是一个轻松自在。周深独自演唱了两首歌曲，一首《萧下图》，一首《小美满》，还有一首大合唱《童年》。行了，你是湖南哪儿的？湖南岳阳。岳阳老乡，老乡。哇，我突然不太习惯。哈哈哈哈哈！嘻哈的一次，跟给我的印象其实是有反差感的。就我最早见到你的时候，我记得你很安静的，对，很腼腆，不说太多，怀念那个安静的男子。言下之意，现在的周深，我操！但是现在你看他活泼的哈、啊，简直就像一个那个初雨过后的小草一样，充满活力，就那种很阳光的那种。谢谢。我觉得要说距离感，我见到鲁豫老师，我才觉得有距离感。有距离感吗？超有，真的。我觉得鲁豫老师的严肃应该跟他的音色也有关系。哎，就会觉得没法跟你开玩笑。我周深啊，你就当在自己家里玩吧。我心想，您不用专门来照顾我的情绪，让他后面来。哎呦，小猫！！所以当1米9的人看见我的时候也是这样子。好小一只。你看周深的脸已经被划的不行。我是说你的乘客都快被扇死了。周深和谭老师都受了工伤。这就是恋爱的酸臭味。你就单独一个人拍，你浪漫一点。我像上面进入洗车间被洗干净了。这些猴蛋子就是那个冲那个车的那个。那你们浪漫一点好不好？你们浪漫一点好不好？这就是冲那个车的那个。我真的很想洗车。你刚刚才说完过小天。周深能力很强啊，都可以拆盒了。在上面吓傻了。林俊杰，你们都有爱人。那么谭老师，您爱人怎么帮您养生？我瓜子。你生下来系统里面自带音乐软件。非遗里的中国非常值得一看，周深作为嘉宾出场，探寻多彩贵州的非遗魅力，与侗族大哥的老演员们亲切交流。此外，周深还精彩演绎了这个节目的主题曲。我是不是一个可以学侗哥的苗子？可以呀、啊，你就唱高音好不好？嘿嘿嘿，来呀来来呀来嘿，你这个是高音啊？来呀来来呀来嘿嘿，来呀来呀来。对了。来呀来嘿，来呀来呀来嘿。周深已经摆出了架势，他的架势就是只有巴掌大的面皮儿，我要包出天下的丝娃娃。那我包不了，我好幸福啊。那我们王渊太有口福了，我们继续再去看看吧。对，可以拿着碗拿着筷走走。怎么可以这么行？没错，非常的软。真的翅膀特别可爱，像鹦鹉。我这边裂开的特别像只穿山甲。这有点像两只穿山甲好朋友。这是我离博士最近的一次。我们这努力点准备，你试一下叫不叫。不想，我这个有救吗？这个更加好。先说啊，最小了后来能被所有人看到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牙齿结构的模型。看到这个模型，周深一定会特别的亲切。之前有过这样的学习的经历，知道牙齿是我们身体部分最硬的部分。金刚石最硬的是10的话，牙齿应该有7左右。然后我们骨头好像是4.5到5左右，所以牙齿是比骨头硬的。专业。这是刚才老师说的牙釉质。对。对，然后这是牙本质。对。然后和牙髓。是的。是的。那各位老白手全在脑子里。周深什么感受？我的感受就是周深你得努力加油。
2024年周深继续朝着事业巅峰迈进，细细数来这十让人赞叹，龙年春晚上了，新专辑反身代词发了，国民综艺奔跑吧第十二季上了，新音综音乐园计划来了，登上杂志五大刊时尚 COSMO 封面，还演唱大爆曲小美满以及超爆剧庆余年二片尾曲借过一下，还开启了体育场巡演，周深 9.29 赫斯十周年巡回演唱会，诸多荣誉与成就，注定是不凡的一年。周深又被称为歌坛劳模和时间管理大师，八月中旬至九月行程依然满满当当，舞台演出接连不断。一，周深 9.29 赫斯十周年巡回演唱会杭州站，演出时间8月23日至8月24日，演出地点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大莲花。二，第31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，盛典时间8月26日晚19点整，盛典地点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，播出频道东方卫视22点40分。三，周深 9.29 赫兹十周年巡回演唱会沈阳站，9月7日沈阳奥体中心体育场。四，2024央视中秋晚会9月17日晚20点整，播出频道CCTV 1央视综合频道。五，周深 9.29 赫斯十周年巡回演唱会北京站9月21日到9月22日国家鸟巢体育场。上述行程及舞台仅是目前公开的部分，其实还有很多行程及动态并没有一一列举，比如音乐园计划会在每周日21点播出，新专辑反身代词全专上线，以及传闻中的新增加的演唱会新站点核心场次，还有不时掉落的 OST 歌曲及晚会。其实纵观2024年已经过去的8个半月，周深可谓全面开花，多线爆火，大爆曲小美满全网收藏破1500万，新专辑反身代词上平台销量破100万张，杂志时尚 COSMO 24小时销量破500万元，周深十周年巡回演唱会更是场场开票及售罄，演唱会门票难抢程度居高不下，可谓一票难求。因为周深的内陆舞台都非常稳定，而且质量超高，而周深的演唱会就是最好的内陆现场，不仅拥有周深顶尖的唱功，而且有着高品质的音响设备加持，难怪时常被歌迷称为内陆神，跳过万场。哇哇，我理解一下，相当于开了上万场演唱会的万老师。你还得努力啊，你没有到万吧？好，我去修炼了，大家再见，告辞。首先我们掌声欢迎周深为大家带来一曲消夏图。挥动你们的荧光棒好吗？